学术发展如果没有能跟业界结合的话，我们真的很难创造出新的未来。我们要跟市场去做结合，那我们如何结合呢？就是跟产业界一起来努力。产业需要什么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双方的合作，我们用不同的媒材，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毕业展有不同的媒材的展现方式。那虽然说现在我们副校长也讲到 AI 很重要啊，但是手感更是没有办法由我们的 AI 所取代。好，那 AI 可以帮助我们，可以用我们 ChatGPT 可以好好去使用，但是如何能够隽永，还是要透过人。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屏东大学来合作，然后呢，我们提供这个平台，就是希望。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屏东大学来合作，然后我们提供这个平台，就是希望，因为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都是美学，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个建筑人，我们必须要去理解什么叫美，当然透过很多的方式，透过很多的学习，那当然就是说，我觉得说，那。早期我们在屏东这边呢，大部分都是盖透天的比较多。那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呢，我们一直都有很多的吉尔斯住宅。那当然，透过吉尔斯住宅，我们就有机会有多的空间来做更多的一些人文美学，来植入在我们建筑里面。那当然，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是前辈啊，就是说在很多的美术馆，其实都有。很好的一个建筑跟美术的结合哦，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建筑物，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的地方。所以我也希望，在地我们在屏东生根那么多年哈，那也希望说透过一些那个就是在地的一些艺术家，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每年办这样的一个月展。那在这里面，包括有建设公司，包括有艺廊的经营人，他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学生的作品。那如果能够作为伯乐挖掘出来，其实学生的作品就能够受到肯定，然后有更好的发挥。那这样的作品其实每一年学生都想一个非常好的标准，今年叫做现代 ICT 产业最突出的一个当代的领航者。那当代的领航者。那全世界啊，很多人都用，连大陆的人也喜欢用。虽然中美关系不好，但事实上啊，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不管服务的软体或什么，几乎啊三分之以上都是要付钱、要付费的啊。那他被人家称道他成功的关键在哪里？成功的关键，或者是让人家称道，其实就是美学经济。所以美学经济里面让它的产品啊更有价值，所以我们相信啊，因为艺术人文也会让学生的创意啊创新能力更好。所以有人提到在这个时代啊，培养一个未来人才的想象力、创新力或创意啊一个开花。所以今天很荣幸的来参加这个毕业展，我是新的提供一个场地，也是提供一个开花，所以今天很荣幸的来参加这个毕业展。我是心里是这样子想，我们有一个平台，让够艺术者或者是学生以后你们走出去有一个平台的使用，然后使用以后我们能继续的去开发他们，就像说一个面包商一样嘛。对不对？你现在你还是需要面包，本来是菠萝就是这样子，但是现在也要加上巧克力，加上
草莓，让它的颜色会更改，然后让这些艺术呢能注入在我们的生活，然后使得生活就是艺术，艺术也就是生活。所以我很感谢今天的邀请。